曾经赐给你什么名字？干角龙。写了啦，他已经来了，干角龙来了。我今天这，所以你看冤有头债有主，还要来找你。哎，不是不报，是时候未到。没错，我当冲出来了。我当时真的不是想要赐你这个名字。你少在那边，贤哥好好讲话，他等下出来会讲。对对对，我讲是真的，请请相信我的一次就好，几百头。哦，我当时不是要赐你这个，我当时是想要赐死。对。就是干角龙本人喽，对啊，那是本人呐。我今天就是来澄清，说我真的不适合这个名字啊，是吗？我以为你欣然接受了，没有，你好接受。如果重新再出道，你还会这对不对？在那里装熟女啊，干嘛？那不是你啊，太装了。这样子啦，真的啊，一出道就是要这种 style， 不是龙，好不好？奇怪。但我觉得你现在这个影子，你好自在哦。对啊，很自在吧？但是叫龙比较有特色啊。干角龙有什么不好？又不是赐你宝丽龙。对啊，宝丽龙宝丽龙不好哎，也不好。而且你知道我多惨？之前网路上哦，就是看到那个报废公社有人贴了干角龙的那个卡通，说哎，这个年代还有人知道他是谁吗？然后我就想说，我那天想说我的粉砖怎么一直叮叮叮叮叮，一打开全部人都飙我，飙你干角龙太瞎了，我跟你讲，深深烙印了。人生哦要早一点，我曾经呢讲过一个话，香港也算是我们这个搞笑界主持天王泰斗级人物曾志伟就讲了，曾大哥，如果可以当刘德华，谁要当曾志伟？哎呦，这句话很深哎！不，刚刚是刘德华讲的。你这个，我想说曾志伟学错了，学错了，再一次，重来。如果可以当刘德华，谁要当曾志伟啊？冰冰，这个是米奇，是不是？对啊。Thank you。陈志伟，不，这是有错乱，角色错乱了。你等下欢迎干角龙，角很大。哎呦，好期待！哇！他的眼神充满了恨意。你怎么这样子啦，好友？到上完厕所，我抖抖抖。上班都守着你，花像那一群人红灯右转，警察变小六六六六，花花花，哎嗖，哎漂亮妹妹，好好照顾，咱都可以破掉，嗖嗖嗖。哎呦，干掉喽！哎呦，刚刚太 peace， 我们来搞一个大的 ，ready？ 你是一个萝莉，专门刻剪指导尼泊哥的声音说的屁蛋。话中带劲，没输可比。我们这个大事就是挫赛，你不干大事，你搞大的，搞大的，干掉龙皮笑也搞大的，搞大的。你不搞小的，看我大的，大的。我连拉肚子都拉大的。我在搞大的，你不要乱。衣服上有1987，不要管。承认吧，每次付钱去都被感染。没有偷看男生尿尿是你们不管。说我更要得，每天对面的谈判。小小心，但是是你跟我的在那边。谁说他不接？我帮辅导排队。我经过的地方，每个男人都会上位。社会嘴上你乱讲话，你才是胡乱。牺牲一生，我真的没得稀奇。叫我看中医，我才得到你医疗科就医。不要笑看我，牙齿我就是会。一个萝莉，专门可想知道你破哥的声音，说到屁蛋，挂中带紧，没出可比。我们这个大事就像挫赛，你不干大事，你搞大的，干掉龙皮笑他搞大的，你不搞小的搞大的，我连拉肚子都拉大的。回去，好像在当侏罗纪啊！对啊，侏罗纪世界。哎，今天你没有唱唱歌啊，我还真不知道你不会唱哎。唱歌对不起 ，rap， 终于终于这 rap， 顽童顽童最新，你在连鼠来宝不是还 rap？ 怪你 rap 给我听啊！有有有，你不敢不大的，要大的，大的，很简单的，身体要有那个 grooving 嘛。
哦，你平常都不唱歌的是吧？rap 啊，不不不不 不要 rap， 你正经唱歌可以吗？可以啊。什么歌？确定？哎呦，抒情的慢歌。抒情的。然后你今天穿这样唱抒情的慢歌，这样子跟你对唱屋顶好了。跟我对唱屋顶。哎呦，我现在一时想不到别的歌。我愿意把机会让给别人。哎，你这样来听。没有，你选一首别的嘛。李维峰的歌。哦，叫什么？你知不知道李维峰谁？你是可乐，可乐是一个朋友啊。那个好不好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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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好，你唱一下。这样子最后哦。嘿。好不好？性格好，别到我梦里陪我哭，对我好，你早已。笑什么表情啊你？没有，我觉得你比较。轻一点，不是你叫人意思我啊你？不是，罗丽塔，罗丽塔，你小巨蛋也都很了不起啊。很了不起。70秒就卖光了，对，很屌哦，太了不起。好，我都没有表情，你认真把副歌唱完，知道吧？你不要有表情，我就在你面前，连观众都不准有表情，好不好？我们把观众可以，因为跟他无关，我们私人恩怨对不对？来记一下。好不好？性格好，别到我梦里陪我哭，对我好，你早已不是我故事的主角。难不到，死了他。不要哭了啦！这首歌我唱不了，才留下破碎的拥抱。OK 啦，没有，我跟你讲哈，没有，闹人安内啦，艺术闹人就安内安内啦，艺术是不能勉强的啦，但是但没有，因为你的出道就让大家觉得，哎呀，没有太大特色嘛，我就觉得您可惜浪费了自己的外貌，对不对？你要找到，不会，没有人这样觉得啊，你要找到适合的角色，属于自己的那个角度嘛，对，有没有看到孔南勋？是不是这样？对不对？多开心！有没有看到导弹猪？是不是让活得多来的通通是奇珍异兽？你两个到底收了多少钱？这么开心啊？哎，什么开心？这整集是你的胡说八道特辑耶，宪哥。来来，大伟，感觉很棒哎！以前你在大学生出道完全没有特色，没有印象。大伟哥，你不要乱讲话。以后你艺名就叫干屌龙，而且干屌龙有嘻哈，多棒的表演！哎呦。明年金曲奖就上去表演了，你不要这么肯定我吗？我太难过。你这第一次有特色，真的，第一次说到你肯定，居然是这种事情，我没有很开心。那小伟哥呢？没有，我刚看完整个表演，我真的快要哭了。哎，怎么了？哭的点是感觉很悲伤，你干嘛要来接这个通告？小伟哥，你懂我。但是因为你表演完，但是因为他表演完跟干屌龙又更合为一体。你不要乱讲，真的很像，真的很像。这些主播你很学会人耶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能让卡通人物要上这个舞台啊，这才是你最大的。真的就像漫画的哈利波特变成电影版是一样。干屌龙现在已经不红了，在当年的时候红得不得了，因为为什么？让我们心里面不愉快抒发出来。对啊，对不对？你一个出口嘛。这一套我讲，我们节目就送给你。对对对。对啦，以后三通道都穿这一套，没有，角龙，我跟你讲哈，哎，还叫小明呢，好熟哦，亲切，来性感，角龙，名角龙，我跟你讲，这套服装真的送给你，真的，因为我们再不可能有白痴愿意穿。你提起啦，无人敢穿啊啦，无你穿，提起穿啦，早知道这些装忙不要来了，对呀。来，没帮到，还不错，还。